应该是中午热门时段，不过呢，在家乐福内湖店这边是突然拉下铁门禁止营业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甚至在门口这边还贴出了防疫公告，写着呢，本店配合政府单位的指示暂停营业，而且并且进行全店的消毒作业，预计在7月17号早上9点才会恢复正常营业。而其实呢，这样的消息最主要呢，是因为昨天呢，北市府呢，他们是通知了有确诊者的足迹来到家乐福店，因此呢，家乐福这边也表示说，他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呢，就全店大消毒。不过呢，由于是关门的很突然，因此有不少民众，他们中午是想要来采买的时候呢，扑了空。来听一下稍早访问。我原本要来的，对，因为我有听到 Costco 是有这个情形，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个情形。每个礼拜固定礼拜五来买啦，那我们想说好事多中，我们就没有去，没想到家乐福也中了。家乐福表示说，是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，接到北市府的卫生局通知，有确诊者的足迹。那只是短暂的停留，随即呢就是闭馆进行内部的消毒。那今天同样是停业一天，并且进行外部的消毒，将是希望呢在明天可以恢复营业。而其实呢，北市府他们公布的2例确诊者足迹呢，其中按15424呢，他曾经在10号跟11号的时候呢，来到这个好事多的内湖店以及 IKEA 的内湖店。那其实呢，也可以发现说呢，在这个内湖呢，包含像是 IKEA、好事多以及呢这个家乐福，目前呢都有确诊者的足迹。不过呢，为什么会到现在才通知呢？也让人家怀疑说，北市府是不是通知慢半拍？